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谈完了整个的生老死，那么也就把三世十二因缘的因果关系完全的解说清楚。我师父也提到，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中断念头，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解脱生死。那么也有人说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一世里面来看到十二因缘，这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三世因果，三世十二因缘，就是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切断这样的因果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，得到解脱。那么师父也谈到，就是说事实上好像这跟念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那我们如果能够中断念头，可能不需要经过三世，在这一世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十二因缘的因果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可以这样解释啊，可以这样说明。也就是说十二因缘呢，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来介绍说明。那第一个就是呢，从三世的因果轮回，我们叫三世流转，在前生这一生到未来生，那我们已经呢讲的一轮讲完了，就是这前生是无名行识，那么这一生呢，名是六入处受爱取有，那么未来一生呢，就是生老死，对。那这个就讲完了以后呢，这是还没有这个只能够解释我们的人的生命是这样子，那老是这样子下去滚下去呢，我们叫做凡夫，我们叫做众生。那如果说如何的能够啊中断这个生命生死的苦，是所以解脱啊，是解脱生死的苦。解脱生死的苦啊，又可以分成了两类。一个呢，从此以后啊，没有生老死，这个是一种我们叫做小圣。小圣证的阿罗汉果啊，就是再也不会到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世界上来，不跟我们凡夫在一起，他已经是啊超越于凡夫，那就是不再有肉体的生和老死啊，这是一类。另外一个是大圣的。大圣的是主要的是什么？离苦，离什么？离解脱生老病死的苦受啊，苦受。因为我们讲过去讲受的时候啊，曾经讲苦乐游戏谁，但是呢苦乐游戏谁全部都是苦，是你叫他是这苦苦坏苦行苦啊，全部都是苦，你不管是什么都是就是啊，这个人的生命现象生老病死就是一个苦。那如果是以大圣佛法来观这个十二因缘的话，是虽然还是在有肉体的生命的过程，也有生老病死，但是不是苦，那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的念头啊转变了，那个也就是惯性的念头转变，它转变成烦恼的，转变成智慧的。如果是用智慧是来吸收来运用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过程呢，不是苦，因为苦不是身体的原因，而是我们的心的原因。那我们下边呢就要解释说明如何，虽然有生命，是也有十二个阶段，是而不没有苦，对呀，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密苦。是那么第一种呢，就是讲小圣的；第二种呢，就是大圣的。那小圣的密苦法和大圣的密苦的方法，那我们说第一个十二因缘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是无明。无明，我们还是从无明着手。是这个呢，就是无明密，就行密，行密对
就生灭，生灭就是呢名生灭，名生灭就是六入啊灭，就不会有了。是六入不会有，那也不会有处，处没有了，就也就是不会有啊受，受受没有了就没有爱，爱没有了没有取，取没有了没有有，既然没有有，下一生也不会有了。不会有，对对对，啊，就不会有生和老死，就不会有再有生再有老死，就是无明一直啊，现要明无明。我们要讲啊，说寻贼寻王，是擒贼先擒王，对。比如说我们上一集啊，讲到这个人生的过程，生老病死的这个生命的过程，不是一个问题，对，而是我们心的念头，对，那才是个问题。心的念头，有了问题，那你就有苦。那是什么？心的问题是产生在无明。无明的意思就是啊，没有智慧。没有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嗯，就是啊，不知道念头啊，念念是起灭的，没有办法观察到念头念念起灭，而念念之间并没有一个真实的、不变的、永恒的我的存在，那这个就是无明啊，就可以灭。灭无明，并不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去灭它，还要灭火机来灭它，就是呢，你只要啊，观察到你这个念头，念念都在是啊，都在变的，从生灭之中就能够体验到念头不是啊一个永恒的存在，这是念念起灭的一个心理的现象。嗯，既然是个心理的现象，那我们就不要太在乎它，不在乎它，你就烦恼就少。如果在乎的话，就是我，那这个我常常。很多人常常不知道那个我是什么，往往是认为身体是我，那然后呢，身体是我，你怎么知道身体是我？是因为我有心嘛，认为我的心就是我，那心也不是啊，心年年起伏嘛，是也不是我，那这个就是要观，观我们的念头，是那观我的念头是怎么观呢？有时候需要我们下次，我们再下一次再来谈，嗯，好好，好不好？下次再非常谢谢师父开示。那师父说呢，要解脱这个三世因果，这个擒贼擒王，首先呢就是要灭无明。那么怎么样灭无明呢？欢迎你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